彰化市儿童公园改善工程经过年外时间，今仔日完成启用，并且改名做共用游戏场。市长林世贤嘛邀请两间幼儿园的囡仔做伙参加启用典礼，囡仔看到全新的游乐设施，拢相当的欢喜。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，这个改善工程拢严格依据 CNS 公共儿童游戏场的设备标准，并且设立亲子共同使用的设施，来达到在教育当中学习的效果。要符合现代的游戏方式，是用共融功能。共融就是不同族群的人可以融合在一起玩共一同一种游戏。阿公跟阿嬷会当同齐跟孙啊跟爸爸同齐坐咧荡秋千哦，而且身体有不方便的人，也是无障碍的人，也可以共同有在一个游戏上游玩哈。那更重要的是，共同公园可以刺激小孩子的一些统合发展啊，包括潜艇的平衡统合发展。所以那个荡秋千要有一定的幅度，但是一定的幅度才会刺激这个潜艇的发展。那一定的幅度要达到一定的安全哈。卫福部的这个整个儿童游戏的规范。法规的规范总共要花1.4亿多万，1.4亿多万，我们目前统计起码要花1亿9，所以还要有赖于我们立委黄秋旺立委到中央跟我们争取这样的预算，否则光我们彰化市公所的本预算是非常有限。彰化市儿童公园是彰化市主要儿童游戏场之一，面积是5100平方公尺。这次改善面积是2400平方公尺，总经费是新台币840万，并且正式改名做共用游戏场。启用了后，家长和小朋友在春节期间阁有一个安心的休闲场所。新彰化新闻李炳宏彰化采访报道。